鱼吃饭的时间到了哦，今仔日白龙熊固定视角来看鱼。多利也无出来，多利出哦，多利游出来，游出来咧，要安运镜才会赞，对啊，见怪叫啊！敢会当卖见怪叫？即我倒会卖见怪叫，有啦。白龙熊要做一个专业迄种鱼类摄影师啊！伊个多利食较饱呢。你看伊个巴肚，伊个巴肚若猫落无？他那巴肚如果猫下去。就是还在饿啊，我来食一寡WD-40好啊，遐只鸡，结果WD-40用起嘛无效，讲话怪声，好，来，再来养第二炮，哇，个高过滤。高过滤就是藻类，藻类一般较袂爱食，有会哦，我嘛会呢。这鱼仔会食，偌成就感呢？这个天狗算健康啊，但我要饲白鱼啊、哦，来。赞成骑白鱼，刷白鱼耶！白鱼哎，小黑还是你个作怪，遐肉在他身上吃假咬呢。摆脱鞋啊，好，会食，还阁会食，哦，会食好佳哉，哦，脱毛脱啊真严重呢，好来，我食这小的先苦的，啥子，食较饱的，好歹是食较饱的来。会食哦，会，好会啦。后壁即只浩南，即只敢会食？即只敢毋食呢？即只较低落个，我看即大凡看落低落低落个，即只尾还阁会掠海淡水鱼。我这边敢那食无饱哦，这几只鸡肉哪食无饱呢？赞成个鸡肉食是啊，食是啊，囡嘞。来啦，食较饱嘞啦，鱼唔得食饱对无？这白龙鳕鱼就是爱食足饱，还佫爆缸呢。呼，哪食哪放呢？哦，大便食物傻傻分不清楚哎。好，今天喂鱼秀白龙学用运镜哎，赞哦。